Back for more training, 最后一段了 ，OK。哦，先看一下有什么好，雷诺、哈努巴克拉、凯利根，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海叉根呢、啊？穆拉丁、亮翼。 啊，我还是选这个好了。就去跟 AI 一起。收集攻击宝箱来收集古币，角胶古币，反正死了1毛钱也带不走。哦。 角旗古币，黑心船长便会开始轰炸敌人哦，所以这还有抢夺战的意思。哎呦，幽灵船耶！然后这个游戏有需要买任何装备吗之类的？我还是走下路好了，上路2个。 好像不需要买装备。他刚刚教学完全没有跟装备有关的事情。呜，好痛好痛！这个 AI 有点弱啊，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可以选择天赋，可以选择天赋，强化基本攻击。诶，我觉得应该要可以吸血。哦，连打建筑物都有。诶，来点一下天赋，这个常常会忘记，就是好像是他们看哪一路打得比较好，就会直接。 就大家都会一起来帮忙打。忘记点天赋。Defeat mercenaries and they will join your team in battle. Merc camps are labeled by their type and scale in difficulty. 然后进入游戏的尾声。 你看，你又不跑，好痛啊！好啊，好啊！Yeah, enough. 感谢队友，你们都不把那个钱交给那个，我把它交给海盗船。哦，好。 New heroes are ready for battle. New hero. Click on your hero to open up hero selection. Click the abilities button to view the hero's abilities and difficulty. 哎，好了，我已经完成所有的教学任务了。How about some training? 对抗 AI 快速打吧，还有自定游戏。对抗 AI。 好，我们来对抗 AI 啊！远程刺客，近战刺客，近战战士，远程辅助啊！我就是只会玩这个，要台币300块，还有或者是1000枚的金币。好，那我们就来玩，一样玩雷洛。就要赚点钱了，他也可以买造型。哦，他英雄等级提升就可以了，不用花钱了。然后坐骑也是可以，哦，有不同的耶。这好丑，还是骑马好了。有些要花台币的。哦，这个好帅哦，这个机械恐龙，还有独角兽，它会发出闪亮的星星呢。OK， 那就开始吧。 哦，我1000元呢！游戏开始。控制祭坛，团队必须同时控制2座祭坛，可以削弱封印骑士的魔法。 然后去释放龙骑士。来了！Choose a talent. 输哎，对，我们是蓝，我们有点赢啊。哦，他那个回复球没有吃就那个。队友好猛啊！哦，有点刺激啊！Enemy team dominated. Your wounds are deep. Head to the heal. Your killing spree has ended. 怎么我死了？怎么死的？我是踩到地雷。我刚才以为那个是可以补血的。哎，赢了耶！就在我死亡的时候，我的队友好猛啊！真的。 好猛啊！1000元呢！英雄绝技解开了，然后升等，耶！哦，也可以让队友是 AI， 当然不要啊，谁要队友是 AI 啊？那我们就再一场，然后就要进入结束了。他是先选好之后，你再去跟人家组队，他不是组了之后再去选。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办法事先沟通。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是比较防止，就是去抢夺那个角色的。对，就是跟紧队友就对了。对，我还有井水可以喝，就回家可以喝井水里面的水，但是可以补血。我觉得这点蛮特别的设计。啊，我贡品要给谁啊？贡品。Well done. 敌方受到诅咒。好，这样就可以了。有点危险。还有彩虹马耶，帅！啊，出现了，我去。 你闪开！Double kill. Good work. Yeah, ha, ha. We should take this mercenary camp. Double kill. Time to man up. Yeah. 啊，真是辛苦。这个打一场也不简单呢。 有经验值真是太好了，升级，耶、yeah ！金币10，怎么那么少？哎、欸，我有2000块，我可以来看一下我有什么英雄可以买。我看我就先买梅洛好了，还是要买这个呢 ？Villa， 基本攻击造成伤害时暂时提高攻击伤害。哦，这个还蛮不错的、啊。好，就决定是你了，买。 耶， 我拥有了，那就实况到这边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